民国罕见老照片，冰心幸福，老舍平凡，中国的曼殊菲尔的他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，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姨太太陈桂林，她是上海人，长得十分美丽，聪慧温柔，很得林长民的欢心。而林徽因的母亲却不得丈夫的欢心，一直郁郁寡欢。然而和血缘生的女儿林徽因聪慧美丽，林长民很是钟爱这个女儿。冰心，民国著名女作家，出生福建一个官宦人家，自幼生活优渥，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。冰心的婚姻也是十分幸福的，二十多岁的她和社会学家吴文藻结婚，婚后随着丈夫到欧美留学，丰富的经历让人十分艳羡，夫妻两人的感情也甚是深厚，子女双全，白头到老。著名作家老舍的爱情故事也是十分平凡的，当时他和妻子胡洁清的相识也是经人介绍的，虽不浪漫，却在平凡之中见真情，夫妻相濡以沫过一生。图为老舍和胡洁清的婚纱照，拍摄于1931年，陈元和林淑华罕见合影。林淑华出生名门，民国时期四大才女之一，她的文采不亚于林徽因，画作也超过陆小曼。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将其视为最佳儿媳人选，徐志摩将她比作中国的曼殊菲尔，可是只把她当作朋友。后来娶了陆小曼。1926年7月，林淑华嫁给了陈元，令众人大跌眼镜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